许你看过天堂美景、天空之境，那你见过地狱之门的奇观吗？在土库曼斯坦的达瓦兹村庄，有一个直径69米、深30米的天然气燃烧坑，坑内温度达1000度。1971年，一对地质学家在村庄附近钻探，意外发现一个天然气洞穴，开采过程中不慎出现环状坍塌，形成了坑洞，洞内有大量天然气和有毒气体，一旦外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专家点燃了洞里的气体，万万没想到这一烧就烧到了现在。2013年冬季，冒险家乔治·康罗尼斯身着隔热服潜入大坑底部，足足待了15分钟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勇闯地狱之门的人。看全球科技，关注科技公园。美国公司斥资97亿打造全球最大豪华游轮，它分为7大块，能容纳近万人，仿若一个海上城市。船上的娱乐体验更是 top 级的，其中最刺激的要数终极深渊，高45米的滑梯跨越10层甲板，仅13秒就能一滑到底。十日演绎现实版《速度与激情》，水上剧院里空中飞人，水下杂技让人目不暇接。一路上你能欣赏到别具风情的海岛美景、清澈的海水、洁白的海滩以及大片的椰子林。8天7夜的豪华游大概要15000，夏天就要来了，不妨乘坐它到如梦如幻的加勒比海，收获与杰克船长同款的美景吧。看全球科技，关注科技公园。史上最强变脸术让你一秒年轻20岁，它就是美国麻省理工研发的新型材料 XPL， 将它涂在皮肤上就能形成富有弹性的第二层皮肤，遮住眼袋和皱纹，大妈秒变妙龄少女。而且这层薄皮防水防汗，一天下来也不会掉，用了它谁还能猜出你的真实年龄？人吃外卖，塑料垃圾流入海里，海里的鱼吃塑料，人吃被污染的鱼，什么因结什么果。智利公司发明了一种塑料袋，无毒无害，可降解，放在温度适宜的水里泡一泡，5分钟就能融化，泡完的水还能直接喝。它还有不同溶解温度可供选择，从25度、75度到超过90度，下雨天也能照常使用。不过该塑料袋的成本是普通塑料袋的3到4倍，如果上市，不知道有几个商家愿意使用呢？不久前，印度宣布禁用59款中国 App， 波及多家中国企业，其中字节跳动损失最为惨重，超60亿美元打水漂。此前，字节凭借国际版抖音 TikTok 拿下超2亿月活，雇佣本土职工超2000人，催生了许多内容创作者。这场下架风波直接导致一大批印度人失业，也让爱刷抖音的印度老铁们叫苦连天。这一行为难道不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吗？